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又到了竟是讲故事的环节。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重读晚清六十年第三章五，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图谋于我。八月初二，九月十七日，袁世凯谢恩，二次蒙光绪召见。按袁世凯日记，光绪的心情很好，笑着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以融入各办各事。如果说前半截是夸袁世凯的话，那么后半截便是明显的在挑拨袁世凯与其曾经的顶头上司荣禄的关系了，以后你就不归荣禄管了。袁世凯当然没啥可说的，只有可想头的份了。当天光绪还干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他发了一明一密两份谕旨，催促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报去。我们先看那道明发的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时甚诧异，朕深念时间，思得通达实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将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以示报管为开民治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地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务得千言观望。明谕的同时，光绪帝还命令林旭将一份密谕带出，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楚墨所能庆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惜，其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效持区，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变法正紧张的节骨眼上，光绪让康有为跑上海考察办报事宜是有些怪，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光绪在杨锐的建议下想用促康离京来缓和矛盾，作为继续变法的妥协。也有人认为光绪迫于慈禧的压力，想以此表白自己与康并没有深刻的联系。还有人认为光绪对康在京过于招摇过市，已有不满，想把他赶走，省得整天听他聒噪。因为康在变法期间上了大量的奏折，言辞激烈，断发一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说出来了，这些已经涉嫌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至于迁都更是儿戏一般，他要求光绪领着他们几个维新党人跑到上海就地组织新政府，虽然近似儿戏，但康有为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用心则昭然若揭。这狂圣以为天下皆傻瓜，就他一人有心眼呢。当天康有为没有见到密诏，只于晚间回家时看到了明谕。一帮子维新人士在宋伯鲁家饮酒唱曲儿，曲中哀动，谈事便之急，相与忧叹。哎，文人干政也就这么大的本事了。八月初三，九月十八日上午，康有为终于看到了光绪的衣带诏抄见和皇帝促他离京赴沪的密谕。催促康有为离京的密谕就不说了，反正是昨天才发出的，且有昨天的明谕通知。关键是光绪这个衣带诏
也不知杨瑞是咋搞的，在手里握了三天之后才拿了出来。一干维新人士捧读之后抱头痛哭，他们就是一干半吊子知识分子，没有实权，没有军权，实在没有万全的办法呀。最后决定派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袁秦王。虽然康梁事后一直不承认他们有兵变计划，但兵变计划确实有，而且也并不是看了衣带诏后的临时生智，而是之前就有酝酿，只不过这个时候才定下来而已。按谭嗣同好友毕永年的鬼谋直计，政变前夕他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并要求素有反清之志与会党有联络的毕永年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世凯带兵包围颐和园时，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虽然毕永年的鬼谋直计中有些细节被某些学者考定出了错误，但是康有为要把袁世凯培养成当年被武则天的羽林军将领李多作，把毕永年引作袁世凯的军变助手，则是可以确认的。按毕永年的鬼谋直计记载，7月29、9月14日，康有为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狱时示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孰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作也。康有为要做历史上的张柬之，倒是符合他的心性的，只是有三点我们还不太清楚。第一点，废后之事光绪是否知情？第二，太后天津阅兵废帝之事是否真实？第三，如果前两点确定，那帝与后之间谁先想废谁来着？变法前夕，光绪与太后一个赌气说宁肯不做皇位也不做亡国君，一个说他不想做，我还真不想让他做呢。这只能看作是娘两个的赌气话，当不得真。有人认为变法期间北京分传所谓的天津阅兵乃是太后兵变废帝的预谋，所以康有为才萌生出武力废后的念头。不过也有人认为所谓的天津兵变乃是康有为故意造的谣，为自己的兵变制造合法性呢。后一种推测更为合理，还是那个理由，老佛爷想废帝在北京就行了，根本不用跑到天津，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事实上后来的政变老佛爷就是在北京完成的，干净利索。相形之下，康有为引袁世凯搞兵变就比老佛爷差远了，有些孤注一掷的劲头。他派出的毒手是谭嗣同。谭嗣同1865至1898，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清明士、廖天一阁主等，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巡抚谭济寻之子，善文章，好人侠，长于剑术。虽然贵为省长的儿子，但打小没少受后娘的虐待。谭嗣同的激进情绪可能跟这些虐待有某种关联，他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了，
甚至走荣、陈天华这样的革命党都受了他的影响。如果说康有为最不愿意中国走法国的革命之路，那么谭嗣同却最欣赏法国大革命中流血之痛快。他说，是杀尽天下君主，是流血满地球，失血万民之恨。按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之谭嗣同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很具有武侠色彩，出山日夕，君敬造袁所欲之法华寺，直接袁曰，君为皇上何如人也？况代之圣主也。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扶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府而杀卜，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欲，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故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即董聂三军接受荣所节制，将携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见者没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抵比二军，保护圣主，负大权，请君策，速攻秦，指挥若定，不是之业也。元曰，若皇上欲阅兵时疾驰入府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皆死力以营救。君曰，荣禄欲足下速后，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魏帅者，其某公欲增魏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加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魏帅岂不支持？君乃曰，荣禄过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怖。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浦营，则祖荣禄如杀一狗耳。印象语言旧上之条理甚详。元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已多属旧人，事急已且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储备弹药则可也。乃叮咛而去。时八月初三，夜露三下矣。当然，按袁世凯的戊戌经略，也称戊戌日记，谭嗣同看起来就不美了，而且有些既疯且病的嫌疑。初三，正在内史秉烛拟书稿，忽闻外室有人声，昏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事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
撵入内室，叙寒暄，各身久仰剑婉、周旋等女，谈以相法位于有大将格局，继而呼言，公出无请训也。予以现有鹰船游弋海上，你拒折明日请训，即回京。谭云：外如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急寻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将有以图报，上方有大难，非公莫能救。与闻失色，谓与世受国恩，本应立图报效，况己身有受不赐之赏，甘不甘恼徒弟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云：容某日献策，将废立弑君，公知之否？予答已在今时常与荣相晤谈，察其词意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必系谣言，断不足信。谭云：公磊落人物，不知此人极其狡诈，外面与公甚好，心内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实容某意之也。康先生曾先在上庭保公，此言甚确，知之者已甚多，我亦在上前以此力保，均为容某所格。上常为袁世凯甚明白，但有人说他不可用耳，此次超生甚费大力，公如真心救上，我有一策与共商之。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容某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出无请训，请面赴朱玉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京见容某，出朱玉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都，传谕辽属，张寡告示，布告容某大逆罪状，即封进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本部兵入京，派一半为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与闻之魂飞天外，因皆以为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与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一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谭云：我固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需用功。但要公以二事，诛容某为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宫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宫手。今晚必须定义，我即以公请旨办理。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已绝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已未必允也。
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遵。初五日，定有朱玉一道面交公。愚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以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名句变脸，恐机声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此推脱。因为天津为各国据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境内骑兵已不下数万，本军只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移动兵，而境内必计设防，尚以先危。谭云，公可即以迅雷不及掩耳，四动兵士，即分给诸军诸域，并召回各国，谁敢乱动？禹又谓，本军粮械子弹均在金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充足，方可用兵。谭云，可请上先将朱玉交给存收，四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密，必将累及皇上。臣子私有余辜，一经执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玉。你先回，容我熟虑，不知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上意甚急，我有朱玉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基础朱玉，乃莫比所书，自圣公，以仿佛上之口气，大概为朕锐意变法，朱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过急，又恐慈圣不悦，商杨锐、刘光帝、林旭、谭思同另议良法。大概语意，已若四人请急变法，上设挽词以却之者，于因结矣。此非朱玉，且无主荣相为颐和园之说。谭云，朱玉存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朱玉，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于我，即误大事。狱内另议良法者，既有二十在其内，余更知其挟制捏造，不足与辩，因打矣。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我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谭再三催促，立即决议，衣带入奏，几至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欲知其必不空回，应告矣。九月即将巡幸天津，乃至一时军队衔旗，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有何事不成？等不到九月，即将废事，事甚迫急。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遂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如九月不出巡庆，将奈之何？见你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相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不至终止。此事有我，你可放心。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宫掌握，在于宫。如贪图富贵，贬告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宫，为宫自裁。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君国，必当生死已知。两个版本的记载，我们相信哪个？袁世凯的戊戌经略写于光绪24年8月14日，1898年9月29日，距谭嗣同夜访11天，距谭嗣同等六君子蔡氏口就义1天，也可能正是六君子血洒蔡氏口，让袁世凯生了动笔的念头，因为他没写过其他日记，只有这么个戊戌经略。戊戌经略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第一手资料。袁世凯信誓旦旦地保证过其真实性。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的相关情节，当据谭嗣同所转述，且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第二手资料。而且梁启超20年后坦承他的戊戌政变记并非信史，因为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矣。有意味的是，后世国人与学者愣是不信这些邪。梁启超说自己不真，我们偏要信；袁世凯口口声声保证真，我们偏不信。宁信梁启超的感情说，不信袁世凯的真实说。各种原因很简单，袁世凯称了个帝，就被世人认作为大伟。世人的逻辑是大伟之人必无小成，所以袁世凯即使说了真话，大家也不认的。经史学界多方求证，现在终于确认：一、袁世凯的戊戌经略主要情节可靠，而梁启超有隐瞒；二、袁世凯的戊戌经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仅在少数问题上有掩饰和美化。不管信哪个版本吧，反正历史没有维新派，维新派信了袁世凯，但是袁世凯不信维新派，或者说袁世凯更不信自己。康有为这样的书生可以孤注一掷，袁世凯这样的大员却必是谋定后动。